送的。你家没有分数，怕放什么炮呢？对呀，随便打。好像没有2000啊，2000而已啊。7万。刚他才第二场而已，怕什么？白皮儿。白皮儿。奇怪。嘿。怎么了？啊，1万啊！1万啊！再来看一下，还有绝瓜14万啊！啊，真美哎！哎，3万一砍，哎，这个牌你听7条，一张、两张，不如听第一张。我想说可以玩碰碰，我可以再打7条。哦，对，对不起，那我们错了。因为我现在说也对，这样说就有道理。果然喜欢睡觉，睡得很饱啊，头脑很清楚。好，自摸南风一个底，哇，9×3，9000块钱，恭喜！不要放炮了，你们还有2场，不要放炮就好了。对，好，来下一场。南风一台，自摸一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9台。哎呦，那个你看高高在坐，你看看朱一勇很厉害啊，1万1啊，只要他们俩不放炮，今天这4位只要一定要超过1万是11分了、啊，不容易哦。高杰大哥，你们是卫冕者，加油！好，你又穿太厚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马上我们的第3场，法哥要脱了吗？没有，再加外套。来，马上我们来看看四家的牌。先看朱怡姐的牌，这运气有点背。再摸东风来暗杠，凑上7柄的3暗科，你可要有福才能来销售。雀王一不留神就放了炮，这可是有损你的威名啊！饼子摸得顺，起手5张的废牌就别留恋，做大的机会可是不等你哦。姜果然是老的辣，麻将摸到手都长茧了。7万强杠就别留根，碰北风测58条，想听你可是排第一。身为卫冕者，却老处挨打的份，这可怎么行呢？凑上小条子3点金，先抢一胜再说吧。来，兄弟，给我打一张。白皮，各位，现在目前分数最高是11000哈。拼一下！你们像4家都没有分数，随便打，不要怕放炮啊！白皮，白皮，西风，9万。想，慢慢打，好好想。各位高手，放心慢一点。观众来不及跟上。2条。对。2条。2饼。1饼。3饼，走。杠，这就破。3饼可以用来杠。2饼。
六饼。二万，三万，来，这样也不错。四条，七，七个，三条。一个都不打，哇，不能打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这个牌应该打六饼或者六万定将的牌。没有了，这牌一条也还好了。对啊，因为一条线，一条还好。你也打，一条还好。对啊，他刚才打，这牌打一条还好。刚刚你摸八条，你打了给他杠就好了。不要转哦，对啊，我摸了直接打，他再转手打他账，又摸七条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所以呢，单掉一条，一个底，两千块钱。来，马上我们下一场，单掉一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两台。假设一万一对两千都在台上，反正要不要先回去？不过这是好机会，如果一万一他们放枪了，那彼此有人放炮的话，你们机会更好。对，还不到最后都不知道。没错，你们就是等一下放炮的机会，把机会给你们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下尽量打，不要放炮，守住他们自摸无所谓，好吧？好，好，自摸你们没有归零。朱一龙上场喽！来，他连胡两把，一把自摸，一把加油。马上我们来看看四家的牌，先看朱怡蓉的牌。爱运动的女孩，就连幸运女神都眷顾你，欧饼四七条，凑上就不必苦恼喽。再度缠绵未眠，可就要靠你了，碰四万凑六九饼，安心等着对方放炮吧。爱睡觉的个性真是惹人怜爱呢，碰西风摸五八万，小条子让你凑得顺，胜利就在眼前喽。今天的运气好像有点背，可别因此来泄气，北风发财可别急着碰，对子凑得顺，做个碰碰来追分。一万，两位女孩不要放炮哦。一万，九万。